玛莎，你是谁呀？哎呀，那是蛇喵哎，蛇喵哎，你是玛莎？我是鼎鼎大名的小女子。啊，你不要乱搞了，我们今天来的这个身段呢，就不一样了。身段不一样，有嘛该某腔用？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 hip hop 客家 hip hop 客家大戏，大戏的介绍。嗯，大戏呢通常有很多的人物，今天到底来了什么人物呢？今日的分享，我的根本的 TV 分享，我的团长大人。团长哈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位新乐园戏剧团的团长，我叫做刘秀峰，谢谢你。刘团长哈，刘团长请坐。啊，你只戏剧哈，会懂得角色角色。啊，你家有介绍团长，三轮介绍，你看我们一段戏哦，不简单，要懂得。角色是吗？角色有三号的介绍嘛？三号的介绍就会挨到英英老师哦，肯定要根本你做嘅唔知系乜嘅神父。哎呦，你系咩嘅神哦？大家好，我是罗静静，谢谢，欢迎英英老师，英英老师欢迎，上场。三号呢挨到两位吼，佢哋系做嘅神父吼，系做魔空歌嘅，魔空歌系啊，就到天师洞空歌啊，天师洞系啊。好，我们唱来欢迎李佳，欢迎来到李佳。我是李佳。哎呦呦，你看你啊，你啊，你看，个袖子特别长，你有那么个？嘿，水袖，水袖啊，水袖，嘿，水袖的青衣花旦，青，尤其是青衣的时节，会作为上服。哦，会很多的身段哈，身段，每个角色身段呢。没错，这个是什么一个角色？青衣哦，青衣，青衣，嘿嘿，青衣就平常演的角色嘛。西摩也唔够会做小姐，小姐较稳重的角色，就会做亚水秀，嘿嘿。她稳重的西啊，莫一句，她稳重的西啊，莫，莫唔错，嘿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李佳，欢迎她。谢谢。再好嘞。嗯，我来分享，我的位一彤。一彤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彤。一彤你好，欢迎一彤。再来分享，我的位。嘉诚，嘉诚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嘉诚。哦，嘉诚，嘉诚，那要用基本是走错棚吗？没有，要用啥？刚才跳森巴撞到黑毛，刚刚跳森巴还跳吗？对呀，我们今天哈就是要带泰嘉来看我的品种哈，我们在电视上才看得到，但是却不了解的。哦，那不简单，我们这个我们客家的 Hika 哈，还是有渊源的，大概有老观众朋友介绍啊哈，一个这我们的客家采茶戏怎么来的呢？怎么来的呢？郭总，你根本你是来什么叫做客家大戏？客家大戏，三国采茶，三国采茶，哎呀，当年莫让你转家来介绍。三国采茶系嘛？三藏人系嘛？三国，三国采茶，嘿，三只脚啊，给你啊，咩？是不啦？三只脚，咩三只脚啦？角色哈，刚挨着等下吼，就来分享挨着咧两啥，两个所谓太史。开始哈，开始哦，一啥系团长啊，团长，该一啥系挨条戏曲老师哦，哦，嗯，该挨做坐下来讲嘛，哦，抢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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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挨条根本呢 ，TV 呢先来分享挨条位秀凤团长，秀凤团长，挨条秀凤团长先为我们示范一段哈，还要讲，嘿，其实团长哈，其实深藏不露，深藏不露，都是在戏台下了。露身段很少在台上露身段的，哦，你这样有点为难他，你要出难一点的问题。你按钮够就会够，基本你会来本来头讲讲评的咯。哦，对嘞，啊你一个 hip hop 底 boy 哈，最重要的灵魂就是团长，他要编一个剧，对不对？安团长，对，这出戏要怎么演？编剧的，完全就在我们团长的手里面。对啊，我们一些哎都四年的啊，全部会讲。挨到该生死大权都掌握在你手上，而你信你就会信，而你伤就伤。对嘛，吼，你要角色，记得啦，我衰下就衰下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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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哎，该团长平常会不会很凶啊？超级无敌不凶，不会。超级哎，团员在那边摸一下就敌啦。团员。对啊，摸一下就敌啊，全部只会空的呀。用没办法，其实用锵锵锵这样的发泄。锵锵锵哦，又没有办法。跟木竹拼一下哦，其实会死的，木竹死。啊、眼神死就瞪一下，人家 就躺在那边了。都木足吃你啦，木足吃你啦。讲真给你啦，团长可以帮我们介绍阿你客家一个菜茶戏哈，嘿、欸，用的来。你会记得讲哈，记得那个演戏剧有嘛个阿丹呐、啊，
阿华，阿丹都专长伫改编的呢。我底下就会阿丹的，系啊，佮叫阿丹的。阿莫，阿你先同团长你有讲，阿你了。啊，去客家菜茶戏，迄两个来，啊，底部还有乜个角色，变做的。因客家菜茶戏头摆啊，迄因个，然后讲个三角菜茶，就迄阿楚、阿丹的。阿楚、阿丹。还有一个生。哦，生小生啊。生蛋虫。哦。啊，因俩哈全部会讲，我都三小啦。三小。三小生小蛋小虫，没三小。是小三呐，哈，是三小。三小。团长，昨天容我们翻成中文是什么啊？阿丹，阿丹就是小蛋。小蛋。小蛋黑做嘛该。小蛋，哎。就是刚刚那个介绍的，对。刚刚还有讲到。他讲哎，多少的小蛋呢？哈。他讲哎。哎，小生呢？小生就是比较阳刚。哦，比较阳刚的就是小生。谁来？哦，谁来？舞台上是谁来的啦？可是舞不一定是会是真的男生去演，有的是谁么去演？哦，也会有女，就是角色扮演。他的给他角色是谁来了哈？就在比较阳刚，在斯文一点就不叫算男生，斯文一点就不叫那个了是吗？不叫生了是吗？斯文才是生啊！哦，斯文才是生哦。可是我们在分的时候有分那个三花生跟真正的小生，三花生。三花生就是阿厨，哎 ，T T 了，没，你讲太深了。那个花生，这样子观众他听不懂，太深奥了。那两个就会唔敌啊，那个阿生啊，阿丹啊，阿花啊，黑马街啊。我们通常三角采茶里面就会有一个像我们那个绑杂梅，就是一生一旦。啊，可是那个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三花生，它就是阿丑的方的那种演表演方式。阿丑的表演方式，绑杂梅唔敌，绑杂梅嘛，就是你就敌嘛，三角采茶里面绑杂梅，绑杂梅你应该敌吧？绑三尾啦，绑三尾，绑杂梅，绑三尾，嘿，就嘿阿醋都就嘿他搞笑一点的构成，哦，像小丑是吗？对，哦，可是在这里面只有两个角色，他就是一个蛋一个生嘛，可是这个生就是三花生，就是阿醋。三花生用个三个，英雄的英雄都学的，因为我们都会简称啊，都会用简称的方式，就是哎、欸，你今天来青衣，你今天来苦，青衣就是我们说的苦蛋。哎、欸，团长大人，你困该不？青衣啊，然后你给是，你困该不？有点不大师的大概。青衣是扮二级啊，青衣都还他酷威了哈，他酷威女子的对是吧？苦蛋嘛，出门不是哭就是。不是他在舞台上要穿的比较破旧一点是吗？也没有破旧，没有比较素哦，比较素，因为他比较辛苦啊。那胸肌按用黑千金小姐吗？千金小姐的就是一个我们通常都会说一个小蛋，小蛋。那他头上是不是要戴比较那个浮夸，就比较漂亮的，比较多金饰的那种啊？哎，错，因为像是小蛋就有分青衣跟花蛋，花蛋就黑。他活泼的角色啦，小蛋的部分，但是青衣秋秋跟他形象，团长有讲的卡酷蛋啊，亚黑大小，就是像现在都统称大小姐，称叫青衣，哎呦，就他稳重的角色，哎呦，嗯，哦，对，他就看角色，上世纪六个角色，彭顺仔就有张梅香，有一个丫鬟，嘿嘿，没错，梅香就会花旦，对，丫鬟啊，花旦，等一下各位都会带来表演嘛，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吗？英英老师哈，因为这个在这个我们 hip hop 里面哈，常会表演一些这个啊，你演唱歌曲，演唱歌曲。英英老师等一下会冲狗诶，嘛？对啊，等一下老师会来唱。等一下老师会来唱。是不是刚才我们提到，你做的有哪一摊呢？啊，你家传统的采茶迄个？不过因为爱采歌唱特殊啊，韩国表演的歌唱，爱系。人外出来唱几条戏曲当中嘅歌曲，歌谣，就是也太戏底部有歌诶，拿出来唱。因为你太戏可能有结合很多我们客家的山歌戏曲，然后好慢慢跟这个京剧，然后慢慢好多人后来有什么歌仔戏啦什么的，都是后面衍生出来一些的东西嘛。运动讲就是客家戏老了诶，歌啊戏啊吼，几条嘅听出来讲，即冇强融，其实就系语言冇强融。语言啊，不过佢哋嘅发展，香港佢哋嘅歌，用班类，用班演变嘅，佢都系在动到嘅时代，在很多时代啊，冇强融嘅时节，做出来嘅戏，做出来嘅歌，不过睇啲都系入高法而已嘅。
戏，吼、哦，不管是葫芦，嘿，不管是葫芦法吼，然后安尼客家法，然后安尼讲个京剧，其实就是在做起个社会当中，当当因无法读去读书。好，所以就是看戏，看戏就会学到用扮去做音，音声个头里，寓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嘿。哇，这唐戏了，好像轻动不得了哦。以前看戏嘛，因为台湾来唐啊阿婆就讲哦，台湾因为台湾个三角菜场哦，他讲系安尼台湾客家语嘛，就是的三档做些转的时间哦，摘茶，哎摘茶的时间，可能就是有可能哎，你摘茶啊，可能有摘茶，开单吗？开单，或卖东西啊，讲台湾有卖东西讲，有人卖东西，有人卖蒲烧，好，有人有卖饼。有冇卖币？一下卖普梭，一下卖币，一下普梭两个币，就是用很逗趣的方式，一呈现出来。啊，一个卖一下卖香诶，一下又卖醋诶，有冇？我们是个醋啊，那个香跟臭就结合起来，人就很逗趣，有冇？卖香的怎么会卖臭的东西？哦，就谐音呐，哈，都当作暗用音戏剧。唔知你有看过冇？我当然冇看过啊，就系顶顶啊，就英英老师来冲啊，我来冲来听。张大爷。
棒。是梦。哦，英英老师唱错。哦，是梦音。你赌马跳嘛？嘿，赌马跳。嗯。我们来让你客家手跳起来哈。其实廖叔哥曲基一开始唔系客家歌，佢系在差唔多民国三十六年嘅时间，系有一只戏班，厦门嘅戏班，厦门有一个戏班，佢就来到台湾表演，喺嗰当时佢就唱嘅系国戏当中嘅葫芦歌。哦，好啦。喺你客家中啊，看到喺个，因为当多歌曲，其实就系用交流来交流去。喺台湾提起，你客家嘅歌曲了，佢吸收之后，写特张页开嘅发，哈、哦，每一个月开什么花，张页开梅花，梅花嘛，哈、哦，喺三页开桃花，咁样去用花名来表示一只什么，嘅爱意啊，然后他的情怀，嘿，喺认为按个按样去嘅歌曲，其实当好听，曲调呀，当吸引人，嗯、所以你嘅客家戏。除了去吸收起来，相信每位唱了首歌曲。常常为了太医地方弹出了首歌曲了哈。嘿、hey. 嗯，这奥义有点深呢，用法名来表示爱意。因为你看到讲了首，你看听起来就有点像我们歌仔戏的味道、嗯哦、然后听不出好像改编，然后讲起来当顺用的哈，就是好像、hey. 这个其实很多就是文化交流啦，当中戏曲里头都不会用到你、嗯，像我们。刚刚有谈到我们一个戏， hey. 对的，最前面它会有一个头摆啊，你讲做戏啊，讲戏棚啊，哈，嗯，戏棚头边会有一个啊，我录棚头，棚头系乜个意思？你们唱团众，然后你分享一下。俺都分享棚头哦。哎，棚头啊。以前头摆人咧讲，就会按了喺刻画板，就会按咧书板。哦，书板。书板。他用书板的方式，然后给念出来，讲，哎，根本要做么哎。大概讲一下，让现场观众知道说你们待会想玩什么。待会要玩什么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故说，咱们按两个名，按到旁头。哦，旁头。因为迄最爱做戏，做戏以前。做戏之前哈。头摆是旁戏咩？啊，旁。黑暗共戏咩？现在是一天一天戏啦，以前是一场一场戏，头摆是旁一旁。一旁一旁。一旁一旁。以前都是搭棚子，是一场戏，黑吗？对。哦，一场旁档就是好像我们这个野台戏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但他以为等于卖个大烟囱，然后吃的东西啊，烟囱有，对啊，糖葫芦啊，哎，糖葫芦啊，以前戏只要有戏剧的时候，旁边都好多卖东西，对对对对，以前其实小朋友不是去看戏的，他们是去吃那些零食小吃的，那些时间哈，对，然后听阿婆戏，那个叫那戏什么？你没去过，买都哦，你经历过那个年代我只记得我在买东西吃而已。哦，你买东西吃，那个都是阿婆，你去看戏啊，我在这边就在那边吃零食了。哦，该懂事，你还要塞你呢。所以讲了一旁一旁去了，前面讲诶旁头了，旁头就讲在做了太医之前，我有在。可能类似开场白，开场白了，旁白可能会以很逗趣的方式，就一个开场的那个，哈哈，前面旁白又不算了，旁白又是我们演出当中，它中间会有一个像，可能是自报家门，对对对对对，自报家门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少看到，你们哪一个年代？有歌剧都该那个庙口哈，对，庙口在办庙口给。神明对上面嘛，它这上面有人在表演。刚才就聊给 Q 用的带下买个棉花糖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其实连哈上戏没有，现在还有啊，现在还有，还有。可能哈谁的哦？客家大戏嘛，哈，阿你哈嘎苏 Q， 然后又要被每年都有举办我们这客家大戏巡回的表演。哦，巡客家文化节。因为你哈，其实哈秀的我们这个荧光幕本台给接收两种东西哈，因为他我记得懂得，因为有些像很多这个那种戏剧哈，黑长影他们都不学的话，这个以后都会这个会哎呀，消失就会消失，就断层。这个一定要保存我们的。有啊有啊，根本你就来了一个传人啊，被传承的代表，被传承的代表。你这样这个学我们这个身段有好一 Q 哎。嗯，十年，十年，对，贵重的时节就开始，你戏曲好演开始，好演戏曲，客家戏，嗯，台湾土麦个好教，和台湾戏曲好演，戏曲学院的学院，土麦好教，你有没问哦？没有，因为像很多有没有戏曲学院的啊，他们里面就是在学这些东西，每天都会学一些身段，就常会表演，每一个角色都会知道，你有两个表演啊，嗯，哦，你们做得来。
来不同的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。嗯好啊，就跟他团众讲的自报家门，跟爱就用那个喜剧的方式，还有用儿童节目的方式，好啊，老太卡少给一下，嗯，好，就吃下来，好，见丑的感觉，好，给 T E H U 黑，那个先用喜剧的方式来表演好嘞，好，喜剧。因为我是做青衣花旦的，就是像女生什么的，你也可以用做小生没做的啊？小生没，我是专门的，我是做就好的青衣花旦，好，故事就开始哟，好，好，一开始就是先为踏脚嘛，好，什么的，自报家门，怒家乡里面家。今门你看到俺同一观众来到人家潮下，你起来欢迎大家恭贺来！哇塞，哎，起鸡皮耶，不夸张，我真的，不夸张，哎，我真的，以后我们吓死谁会？以后我们开场就这样子好了。以后开场就这样，用 PQ 的方式。哎，你中你的东西管，小刀中你的嘉诚，你嘉诚没做对啦，你嘉诚高级高级比较刚阳的小生做对吗？小生哦，小生团中来搞好嘞，唔系爱转场小生对，嘉诚来团来做对啦。小生要注意什么？小生哇，捏面了。通常就是一个丁字部，丁字部，因为应该叫铺某腔用，哎。脚铺，然后抬脚，抬脚，抬脚，回来，注意了，脚抬起来，回来，哎，来了，抬脚，回来，你把哎，脚那个脚，你把，其实啊，那个细，知道吗？一抬把你抬头挺胸，我记得他的高跟鞋好高啊，哈，跟高靴，高靴啊，为什么要穿高靴？啊，不然来，不然比女生高，哎呦，在外比谁么还高？我男生比女生还矮，怎么办？对呀，对呀，高靴哈，我以为是故意的，里面好多高。男生就是代表是毽子啦，毽子，他们小，跟刚刚矮就是莲花子、莲花子，哦，毽子跟莲花子，嘿，亚就是指人的意思，跟小生就某形容可能嘿，哎呦嘿。哎，就会按六级数的嘛，六级数啊，毽子，毽子都穿来，就看某腔用，毽子都穿来。哦，吉姆尼就要来现代跟以前的传统剧结合了。哦，来搞流派。哎，我来看英英老师做个咩强势的呀？没啦，去了新山海 TV 去做了表演，从山歌给时间，从山歌，嘿，老记得我该做戏的就喊某腔用，嘿，看某腔用对，嘿嘿嘿。哎，本来很凶的门，很凶的门该。给作为神父也蛮个年代的，阿丽一般穿传统国服都会啊穿的比较像这个阿弥陀有领的吗？跟你俩嘿，我这个哈，我这是跟那个我们传承我们这个宝珍哥有，哦，你传承给改善福，因为他听说他这个这种比较福派，这种就是没嘛衣服没嘛穿，一直放到衣柜里面，哦，他就说。他说：“因为我买花了蛮多钱，然后发了一兜钱哦，可以今天传承一下，让我做一下，我做的。给平常就做给懂体贴人的地方，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哈白就看不懂你啊？假，没，你也穿身，哎，你哈干你全腔精神，哎，全腔精神，哎，人家穿不下衣，全腔精神。你看衫吼买了去做，哎，冇做个又。”大宋，然后跟那双节目用到用到来装，哦，你还没传承你嘛？你还没传承，哎，兄们哦，你的在表演的时候没有 partner 没？选 partner 没很重要，哎，没错，很重要，选到两下中的样子对吗？现动还要注意，我一点懂 Q 哎呀，哎，这个角色这个配对，在导演的团长的这个配对上，是不是也要花一个脑筋？要哈，因为如果我们在通常诶在拍角色的时间，你会看其他某个歌星，他是属于我们说的妖狐，妖狐嘛，就是我们该彩蛋，就是三八啦，或者是想要就是比较坏的那一种的。哦，他坏呀。他今天如果是属于那个个性，我把你丢在这个位置，你会得心应手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这个个性的话，把你丢在那边，你演起来反而会有点绑手绑脚。团长，你说的像阿勇演哈，都丢到那个坏人，我就很难演。团长，你不用演就很像了。我不是说演小生，不用你不用演嘛，
吧？团长可以依照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分配角色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通常在构思那个剧本的时候，就是题材的时候，我们就哎，我手上有几个人，那我就会依你的个性去编写你的，让你更流畅去演，能够发挥，发挥，对，提他心给，不要说你可能可以表现100分的，可是因为安排错角色，你只表现50分，你也很哦，我也很哦，哦，对，所以就是把会有这种方式啊。跟你聊哈，像我这种演员，我就你安排我什么角色，我就要把它演到100分。原要演嘛，该还是哈？那个员外。员外，员外，坏员外，对，坏员外，那个很势力的那种员外，发片发片主题感，坏员外，坏员外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今天来收猪了是吗？收吗？收猪啊！我去送酒家给演演收猪啊，收猪精啊，今天要收田猪啊，或者什么猪这样子。对啊，你那种干干搞就会。真的吗？皮肤加重哎，没有，你数到钱给演我，要去酒家给演我。哦，酒家哈，有，有枪。跟徐汉演马改，好，跟改演什么？我比较适合演哪一种？真的要讲吗？你就讲他适合演外，对不对？你适合他老婆。哦，你可以完全盯着他的那种的。这样就知道了，马改，我大概有多年轻了哈。哎，你就当我家无门啊，家有门个买嘛，家有门个买嘛。跟你看俩咪呗，他们两个就真的是属于那种哪一种苦生苦淡，因为他们很辛苦。什么是苦生苦淡？意思说苦很苦命的意思。不是很苦命的，就是比较沉着的啦。啊，沉着的。对啊。你看他那么安静。哦，安静。对对对，安那么安静。不会，一旦他也会。里面都会做花旦啊，花旦，花旦是梅香，花旦的后卫嘛，小旁边的梅香。好的，好的。就脸画花一点，就是。脸画。那个叫近角啦。喂，不要乱讲。其实上次个花旦梅香啊，系做得好啊。上次为比个做青衣汉下出身呢。哎，真的。你没记得动等一下。有好有好。系啊，因为梅香的故事有上是咩？董后是用公公的，去等一下，嘿，等一下，丫鬟呢？丫鬟的吗？丫鬟的哈，没丫鬟吧？黑丫鬟，黑丫鬟，黑丫鬟，梅香就是丫鬟，梅香是丫鬟，梅香是丫鬟，董香给丫鬟，嘿嘿嘿，就是别有时候一出戏的主角是丫鬟，对啊。
蛮好听的。觉得他就该逼好嘛？对，喂，欧贝亲，欧贝亲，找到你家去了，来老公，你请几桌嘛？没有，团长，对啊，你老公也错，我也错，吼，对啊，很你很你爽，哎，俺老公亲亲多就会冒凶的去勾引老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现实演也问他是不是？有，对，对不对？你看跳牌都爱用的，跳牌爱用，来你就来你就去耶。说我可以唱，我可以唱一下啊，就唱一下。你们给大家唱两首的歌曲，其实蛮好听的啦，对不对？我来的，我们先把他也没有拉我，我算吓到，不行，一定要再来，因为我一定要再拉一个。我的往来传统都一样，还是要三角去表演，两个绝对很乖，一定要三角，三角彩茶，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三角彩茶，三角彩茶，哎，真金懂好哎，应该知道。哎，英英老师，你刚刚唱的歌是有对你来转去底部吗？我挑战该属系转起动中间，哇！一属小条歌曲，不过挑战一同让来赖上来强下从了台步条，我咪感觉动欢喜，因为我表演啊吼，一般台家还习惯我系从传统界，韩国伴奏乐器也系锣鼓啊、爱弦啊，从李家记得就强壮系安阳弦，所以安性格认同呢，很少表演，是梦你哦，没有，哪会是梦你？你就是传统，应该靠你吃的。来干过有冇？哎，来干过你好，因为现在的俩后生人吼，就像这么年轻的歌手来唱客家传统，我觉得这样才会有很棒连接，黑毛这个传承，因为以前像演这个戏班，应该这个团长应该就知道。要找年轻这一辈很难，很难，懂难。为什么很难？黑啊！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，是兄弟还天黑，俩哈该天黑哦。你做暗盆呢？按钮，它那还是薄的哦，你要穿更厚的。发都暗哈，喷那个。我们，俺的同就会讲，下组提会黑的呐，那还组提下来，他就给他全部穿贵穷用。因为汗把整个自己的脸都已经。妆花了嘛？妆花了就像我一样。你有去过个溪旁黑波吗？来看起就个温山吼，哎呀，我真的很热，很闷热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场景，虽然看到那个个前面哈表演哈懂这光鲜亮，可是在后面真的是很辛苦。对，拍戏真的很辛苦。那个你都完全是无人戏，像有天山戏啊，韩国有上是做我一台戏啊，早戏、晚戏、晚戏，一连一整天都要来做戏。压后台哈，有这个我们这个歌剧院哈，剧场哦，张宇做的哦，有人去做戏，张宇人去吼，我之前问一次的，干嘛事？刚才人家跳拜穿那个衣服啊，春夏秋冬啊，反正就厚的跟薄的没有，对不起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他只有分角色穿，没错，哦，有不过是，所以春夏秋冬一天两天没转牛。全部转牛，哎，底部有懂得乐器，比方说一场一个戏底部，它有很多乐器可以去
伴奏嘛，对不对哈？对，嗯。哎，像嘉诚，你有学过那种的乐器吗？冇诶，爱学中国音乐，传统音乐的。哦，传统音乐，乜个乐器？像是二胡啊。哦，二胡，二胡也是。爱弦的，爱弦的吧？锣。声声，大家可能比较哈谢有看该哦，哈谢有看到诶。你根本有带来吗？有，应该有带。哦，声诶，我看下。诶，根本你终于有戏份诶。爱捧捧，爱捧捧，你捧看看咧。没有，你捧看咧，每一个爱染就一下。我们不要这样欺负我们这个全场唯一的 C line。我老师有救他。我就想说，因为爱咋 C line 都讲，哎，奇怪 ，C line 丑该怎么搞？我突然就 monkey 啊 ，monkey， 你们要 monkey C line 哈 ，C line 那个他这个学这个声哈，好一久诶。四年啊，四年啊，四年，四年，哦，四年。哦，这还唔在来一段，大概演奏。好，那演一首。哦，名曲就好了哈。好，名曲，好好好。哦，这是首什么歌？对吗？望春风。哎呦，你也听得出来，超级好笑哎！跟我们他这个声音很特别哈。嗯，刚刚说这个底部，哎呦，嗯，敲敲敲，会嘛个意思？它里面有几个键 ？Yuki 都。自拔是三十八。三十八。三十八个音，它有分就对。因为它现在最多是到四十二。四十二个，那就变像香蕉那么大。旁边。有，它有那么大的。有那么大。拥抱，只是那个是不同音高的哦，不同音阶。对，它这个是如果它开就会低音黑吗？哎，它可以到收这个，自己把它可以到低音收哦。对，然后最高是到高两个八度的收。哦，落差那么大。嗯，所以它会越做越大，是因为符合现在国乐团或者是戏曲的编制。你就那麦克风拿近一点。现在国乐团跟戏曲他们。要配合他们的音域，然后跟曲子，对，才去越做越广。哦，其实来刚刚给刚刚该想有唱该手风琴，有点像手风琴，有一点，对。嘿，嘉诚，你该好，你该记哦，唱太记哦，你这样会把你的那个脸，反正脸，对呀。哎哎，你现在放下去是吗？不是在吹另外一首吗？哦，对，可以啊，对，拿背的都很有烦恼。我们要这集就是整他的。哎，欺负小少年累哦。没有，欺负给他欣赏做满了。哎嘿呀，喂，尊重哦。哎呦，一点下怀毛孔白。一般他这个声这个乐器，但是表演在什么时候？他通常他有跟乐团的，像自拔，他其实最主要是要跟乐团。搭配乐团，因为乐团声音比较大，然后他以前他怎么都是用这种主管发声，用主管声音就自然比较小，所以他现在加这个扩音器，就是为了合应乐团他们声音比较大的合奏给声音，对，合奏不会被盖掉或者是淹没这样子。哦，国乐团呢？对对对，哎，我有的外甥也学这个小号，小号，小号，你们哦，不是那个上厕所那小号。小号对吧？小喇叭，小喇叭，哦，小喇叭，哎，对对对，按钮去吱吱的是吗？对，就会 Gigi 啦 ，Gigi，Gigi，Gigi， 哦，都 Gigi 了，哇，好厉害，那个好像要肺活量，这个肺活量也需要很大。我们这个是它吹跟吸都有声音，所以因为它是吸都有声，它是靠簧片的震动，哦，簧片的震动，对，所以。好专业，我都不知道他这么专业，不错。我可以看一下，你刚刚给吹口吗？吹口的吹口吗？因为爱头摆学该长号，他吹的时候该欣赏很爱就按按钮。对啊，很爱哎，刚开始练习练到口水都流下来了。哦，筋运动还有训练你嘴该肌肉的那个嘴巴的肌肉，哎嘛，他的吹口就长这样。哦，对啊，你哎我啊你扁扁的，给他妹妹也是簧片啊，对吧？啊，也是很大的，他妹妹是用簧片，哥哥就吹哨，吹哨子哈。对对，他就是吹进去，然后下面有簧片，他簧片震动以后就会发出声音。
对，你还有带什么乐器？另外一个是吉他。哦，吉他是哇！我姑说你还弹吉他吗？对，多才多艺。多才多艺。他今天是走错棚啊，真的走错棚。没有，我们跳痛嘛，对不对？互动嘛，对，交流高六啦。你刚刚有讲，你两个在戏棚也看得到，对吗？对，戏棚也看得到。哎，戏棚有看到你。擂台也是，擂台啊，就是剧场里面的时候一定都会用这个，而且他刚刚那个声音，如果说是用在比较悲情的时候，悲情很好用，就是出的时间，好用。好好哦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就是讲其中啥出的时间就会留俩伤的嘛？对，因为团中还没外台都会用那个电子琴来代替，那有很多不同的音色，对对对，嘿，用用方便了哈。对他要什么音色就有什么音色，很容易哈。黑妹，哦，声波因为它贵啊，没没。讲到充电的，讲到充电的。跟黑板的哈，那个女生哈，她声音其实是这样。嗓子卡好，嗓子，我觉得跟男生一样，有点沙哑沙哑那种声音，对吧？烟熏吗？哦，对，烟熏，烟熏嗓，他磁性的，他磁性哈，就是他的声音突然就是很霸气，声音一讲话就感觉是，虽然是女生有没有？哦，男生的特质，没有，可是他们比较理想，他们练功的时候就会练了啊，真假的？你本来是很嫩的声音，也是会很，嘿，从有的小声，一般来讲应该是讲声毛也给嗓子卡高。有嗓子小声要唱比较高一点的，唱的比较好一点啦。对，好，就好。谁来？谁来？不要有，买的动都转，要不然你懂。对呀。哎，像我们吼，我们男生头上不是会戴一个头饰，然后头上两片这样子，该黑嘛该啊？帽翅吗？哎，就用按钮，哇，用该。黑帽。那是冠吧？还冠？这冠都冠戴嘛？嗯。当官的人。当官的人戴。对，他讲的应该是另外一种的吧？他讲是另外一种那个，这好像状元嘛，马那个蚂蚁这董卿跟米奇妙妙屋跟米奇，我的头发有色朵做米妆的，有等下我有注册商标，那你就给你做代言模那好，没有，这个是一般我们当官的啦，一般还有一种是蚂蚁很长，尾巴很长那个叫什么？雉鸡尾，剑子对。他们科班说林子，对林子，林子啊，林子啊，林子，周富希的时节，我以为是，就有六条，六条七重长的啦，嘿，冇错，七重长穿哪起来牛？系啊，你大把看几条都当狗，就带两条嘛，因为他转个身就会甩出去，就像蟑螂一样，对啊，蟑螂的触须。你们表演，你的表演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糗的事情？分享一下，应该有吧？就那个，不是会拿那个刀枪这样子打来打去，有没有打到？常常就哎，不是打到，打断掉，打的时候没有飞下去，哇，有点刀，对对对，然后那个观众的第一个反应，他有参加演出就知道有那种感觉。那是我如果在台下，我就把他赶快抛上来，那就戏剧的结啊。台表跟他们演的都是真的，没这样轻轻碰哦，会筋筋大了，是真的大。然后如果说你的对手没有拿好，突然手滑掉，没拿好，就哇，对他，我说爱练习的，练习懂球。一般的就补一下衣了，哎，对，所以那个在台下吃香肠特别注意，要看一下台上，不要吃进去，刀就来了。对，要看戏哈，本不是去那个玩这个打弹珠，好吧？打弹珠，对他补一下了就啊。其实刚刚还有谈到周夫桃，动无简单呢。不用来讲。对啊，刚刚有人讲，该就是要出去表演之前，啊，表演他们在该道具啊，还有在你拿在道具舞台，拖拉裤去在嘛？嘿呀，拖拉裤出门的时间，玩迄音架，铁的音架，头摆迄竹竿。那是很久以前的年代，两行黑铁。哦，我该全部会寄给他准批哦。没你批就好没。冇，你冇批旁个就蛮糟批喏。哦，批旁个你都寄给他打无？就得会去面红买准批好些啦。啊，面红那还冇冇。去外去。给他冇斧头的吧。啊，装潢啊，就是把这个。对对对对，要装潢的。还有唐工来学长学姐啊，你要做某一台的时间，前一日要去打嘛，就睡在戏台。很容易来做，嘿嘿嘿，东顶吗？哎，唔该，东顶硬强诶。所以，比如说，阿你今尾下注，我有出戏，我播出，跟你今尾去都做来完成。演是啊。哦，
前夜演演黑啊，不过工作组的就前夜去黑的啊。哦，前夜团长，团长他应该是全部包办的嘛。无，俺妈迄天音也张去的。你们迄天音的，俺迄演员组的啊。演员组的，俺迄工作组的。前老个副台生啊，搭破来啦。跟你都把装的把急救咯，因为俺大伯看你都把装，你把都俺都看不出天音。神经，对啊。见没有啦，哎哎，没有，可能差不多半点钟吧。差不多。一三分都半点钟嘿。有按键吗？那么快？嗯，边收也去歪的呀。那算是什么？那个叫做。身装还要采茶，熟能生巧，不是要把脸全部把都拍死，然后你要两条布色来。系啊系啊，微广告两条布色。哦，鬓角。鬓角啊，刘备你考到了。我想为什么要你烫一些咯？冇，那服饰用戴位没有？系啊，那服饰挂的。啊，挂上去。挂上去。好个。台北有麦克风啊，台北两边，而且台北一张，哎，好，以前还是麦克风哈。最早以前的麦克风嘿。吊到旁前哦，对对，吊吊的没有，在中间这样。啊，你要公发的时间有吗？行到旁前一公发。哦，行到前面要收音的。啊，黑脸黑张黑。两张有挂到两哈。啊，还有还有 mini 麦。哎，mini 麦，懂专样哦。越来越进步啊。哎呀，是进步是进步，但是做一出戏还是需要花很多，很辛苦，很辛苦了哈，很辛苦。那我们最后的话，我们请。我就来创一出该逢天不负苦心经，一惊一下，好好好，逢天不负苦心经，丁老师来创哦，好，丁老师来创。一份舒适。